比如新生代一些，我看就也有内地啊，包括台湾的新生代歌手。这次有跟娜姐合作之外，我还有跟另外两位歌手合作，一个是魏如萱娃娃，一个就是华晨宇花花。哇哦！对，所以花花应该是我现在目前觉得很欣赏的一位男歌手。嗯，对对对，因为他我们这次的编曲基本上都是他安排的，安排谁唱什么，然后这里要下个鼓，那里要下个 bass 啊什么的，他都已经整个非常有逻辑的安排好，所以我就觉得哇，这个人的头脑真的是非常的清楚。之前有听过他的歌或有了解这位歌手吗？他有一首写忧郁症，好想爱这个世界、啊、对对对、嗯、那时候听了很感动，然后那时候我妹妹也很喜欢，她一直说、嗯、姐姐你一定要听这首歌，这首歌真的很好听，听了我都会流眼泪、嗯、然后我弟弟真的喜欢他，真的是很厉害。我怎么觉得坏特这次是带着全家的追星梦想？哦，真的，其实我说真的，我这次来是没有什么竞争意识，我真的就是我觉得我是来追星的。希望花花下一次唱歌的时候可以跳女舞，女生跳舞，跳那种 wave 的那种，交给你了，花花。